你已完成尘封的试炼，到我了。你的实力本山神都清楚，不用别的试炼。说起来有些好笑，但本山神却是有些想念烈风谷了。不知道我不在的日子里，那些小友过得如何？你就跟我回烈风谷瞧瞧吧。到了那儿，我再看看有什么试炼给你。好的，前辈。山神罩着呢，又是那几个老鼠打你们了？区区鼠辈也敢欺负本山神罩着的妖怪？这些不也是老鼠？他们之间也有派别之分啊。不是的，老大，我们跟你修炼这么久，他们早打不过我们了。那怎么被欺负了？是这样的，老大，他们说我们只会打架不动脑子，就和我们下棋。可我们哪会下棋啊，就一只输，他们就嘲笑我们。他们说的话可难听了，我要揍他们，又被满足不气，好气啊。他们不知道哪里搞来一本棋谱，天天研究，当然比我们强了。哎，老大，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。哼，竟敢如此。月丫头，这就是我的试炼题目了，我找一本厉害的棋谱，一定要在下棋上赢回来。嘿，老大威武。好，棋谱。卢龙府往来商人众多，去那里看看吧。这局啊，打扰了，一定能赢。您这里有棋谱卖吗？巧了，姑娘，我们这里正好在做一个关于围棋的游戏。我连这盘格都数清楚了。只要你能答对我提出的所有问题，我就送你一本棋谱。不能直接买吗？哎，今天的话不行，要买的话明天再来吧。今天只送不卖。啊。怎么样，姑娘？你要答题吗？我试试吧。好，只要答对我们三题就行了。第一问，孟子中提到的棋手弈秋是哪国人？答对了，很厉害啊。不错呀，小姑娘。最后一问，答对了就能得到棋谱了。
我们这里的忘忧清乐集之前卖多少钱？啊？这也是围棋知识吗？忘忧清乐集就是棋谱啊。毕竟我是卖书的嘛。都答对了，那这本忘忧清乐集就送给你了。谢谢。这一本让他们读透就行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好。丫头，给他们吧，这可要好好看，别输给他们了。哎，谢谢老大，谢谢月姑娘，我们苦读几日，一定打他们个落花流水。不用谢。好了，你也完成我的试炼了，回去和月寒山说吧。与玉林心意相同，互相信任，祖师与玉林一道的造诣已及巅峰，后人实难望其项背啊。你完成哈战的试炼只差最后一个了，巧玲，到你了。真的就这个要求？一颗灵果，普通的灵果就可以了？行吧，反正他不管去哪里你都愿意一起。巧玲，这就是最后的试炼呢。谢谢你，巧玲。你通过了试炼，现在我便将火仙兽志交予你。去做你觉得正确之事吧。月姑娘，修武兄弟，我们来了。见过月掌门。月掌门，叫我阿尤就可以了。好。你们也和青叔一起去是吧？此为火仙兽所在地。以前有名明术弟子游历至东极蓝渊时遇到过这种仙兽。东极蓝渊是在东海的那个深渊吗？可火仙兽怎么会住在海里？不清楚，不过根据记载，东极蓝渊有许多漩涡，虽然看着不大，但受不明灵力的影响吸力极强，一旦卷入难以脱身。幸而当年那名明术弟子有风玉灵相助，最后才能拼命脱离漩涡。不过也是由此契机，才偶然窥见火仙兽的存在。哼，明明是火仙兽，却躲在海底，妙啊，比我还会藏。前辈，你有办法应付海底漩涡吗？这还不简单，控水的事难不倒我。小家伙，
到时候你可莫要拖本山神的后腿。不会的，我一定会努力帮助大家。那我们出发了。一切小心为上。飞行之术也是师父教的，神掌门帮我可多了，他知道我一直在查引起毒瘴动荡的那个法阵，还让我看了很多阵法方面的书呢。原来阿优真的懂阵法啊。那当然了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有劳前辈了。我能感应到此处有风灵力流动，按典籍所述，散落周遭的明珠法器与海底杂乱灵力相连结，要先将明珠附上风灵力，再置入对应的双鱼铜环中，方可激活铜环。主人，我可以帮你控制明珠。那便辛苦你了。在仙侠派的书库里读到过，东海中有处最为幽深可怖的漩涡，那是海底的牢笼，专门关押一些犯了大罪的人族或者妖族呢。谁有这么大本事能把人关进这种地方？应不外乎神魔吧。
们现在离海面有多远了呀？我好像快不能呼吸。哎呦，你怎么了？有哈占前辈的控水术，他没事。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在海中畅游呢，感觉好奇妙。奇妹，你不怕水了？是啊。你在说什么？几年前我不小心掉进过河里，呛了好几口水，多亏月姐姐把我救上来呢。小青，你放心，我保护你，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。没关系的，阿尤，后来大师姐教会了我求水，我早就不怕了。能感受到火属性的灵力，似乎感觉到有神族的气息，也有魔族的。喂，有人在家吗？没反应呢。再探一探。哎，月姑娘，你们明术门有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规矩啊？犯了门规的弟子都怎么罚的？有没有人在家？有没有神仙妖魔鬼怪仙兽在家呀？小心！哇，脾气这么火爆，这里面肯定就是火仙兽了。诸位仙兽，晚辈有事相求，
还请现身相见。无足不见外人，汝等速速离去。别冲动，先受天性洗净，排斥陌生人很正常。我们只想见一面，还请先受通融。啊，见的见的，你们进来吧。又听冉岭族长的话，你们快来呀、啊！刚才那个大叔让我们走，这个小孩子又让我们过去，没事吧？既已到此，没有理由畏缩。嗯，就一探究竟吧。竟然有这么多火仙兽！晚辈月清说，此次前来是想请求前辈帮助我们通过岩波前往魔界。汝等是天地之刚之烈地火所在的岩波泉吗？嗯，是的。哎，我想去，我叫圣言，你不带我去好不好？胡闹！莫说去岩波，便是离开这东极蓝渊，我也不会允许。族长，我出生以来就从未出去过，难道要我一辈子都待在这里吗？留在此处有何不妥？外界世道险恶，此地却与世无争，海底火山地火充沛，足够汝等一生修炼，何必自找麻烦，要去冒险？我想变强，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早就听说岩波才是六界地火最强之地，我想要去。姑且不论汝能否到得了岩波，便是这环绕东极蓝渊的漩涡，就奈何不得。他们既然能进来，一定能够把我带出去。哎，是不是你们能带我出去吧？能吧能吧能吧，一定可以的，对不对？若是你们族长同意的话。闭嘴，圣言。尔等速速离开。我说月姑娘，大叔脾气够暴的，要不我们先撤。看来若不打败汝等，圣言是不会放弃的。你们别说啊，熊孩子是不嫌事情闹得大。还请前辈赐教。通后明明尔等见识烈火之气的威力吧。
阵。来吧，修习的是何术法？缘何有众多仙手相助？晚辈乃明术门弟子，专修御灵之术。若前辈为难，晚辈也不愿强求。但前辈为何如此忌讳外界？近年来，外界的灵兽气息逐渐消失，吾却不知是何原因。若非吾族有蓝渊作为屏障，恐怕亦会遭遇不测。天安自保，绝非长久。今日我们能到这里，日后其他人亦可以至此。且寻求仙兽失踪真相，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。吾有一事，要交于汝去做。只要晚辈做得到，自当尽力。汝既调查外界灵兽消失之原因，还望有所结果，让吾等不再惶恐不安。晚辈必定尽力调查其中真相。圣言虽年轻气盛，却是吾部族年轻一辈之佼佼者。吾现在就将其托付于汝。啊，族长，你答应了？嗯。太好太好太好了！可以出去了，可以出去了，可以出去了！哎，我们可以走了吧？可以走了吗？在那之前，你需与我签订契约。此地似有神魔气息，你久居此地，可知是何缘故？哦，如今真是神族。是。此地下面埋着座海底城，原城主是一对相恋的神魔爱人。为了躲避神界追捕，将城四处漂移。后来，他们为了阻止海底火山喷发，危及苍生，牺牲自己，和海底城一起镇压在此。之后，火山灵力与神魔之力相融，吾族便因此而生。晚辈也告辞了。吾身后的石碑，可助汝等离开。好可怜哦，青妹，怎么了？是因为海底城雇主吧？他们是一对神魔爱人，却又殉情于此。嗯，而且他们还救了很多人。这么好的人，为什么结局这么惨呢？神族严禁情爱和生子，神魔相恋更是不容于神界。可我觉得，既然真心相爱又没有害人，何罪之有？神族若繁衍后裔，便会灵力退化，失去永生，如凡人般老去。而神子成长缓慢，若放任不止，神族将青黄不接而势力衰减，因此由此禁令。神界也太无情了吧。之前我无法理解那些为情爱不顾一切的罪神，但现在我似乎有些理解。还是先回泉眼村吧，小姑姑应该在等我们了。
障，是我们的职责。阿尤这么年轻，你也不差呀。回来了，都准备好了。嗯，小晴，要不你留下来。啊？为什么？太危险了，我们要去的地方可是魔界。月姑娘和修吾有必须去的理由，而我身为独杖拳手，有责任去调查九泉动荡的真相。唯独你，没有必要涉险。正因为魔界凶险，我才更应该去啊！我说过的呀，我的修为进步了很多，不会成为累赘的。而且师父给的防杀气护符，也需要用仙侠派心法催动，才能发挥最大效用。我理解你担心晴妹，但你也要相信她。白姑娘的符文法阵精妙，可借武灵之道，以弱御强。是是，我也知道，可心里就是过不去这个坎。那，你一步也不要离开我，请跟在我身边，保护我，好吗？嗯。那小姑姑，我们就……真腻。我们走了啊，小姑姑。好了，去吧。独杖拳手予已知来龙去脉，兽族虽为神农大神所造之生灵，然其天性弱肉强食，尔等可知此行凶险？我们知道，但是九泉动荡的真相一定得查明才行啊。再说了，他们中既如此，余期待尔等归来。从九泉灵脉入魔界，必经过岩波泉，或许我们会遇到魔尊重楼，务必要万分小心。师姐，你切莫离开我身边。魔尊重楼，听起来似乎是个很了不得的人物。我曾与他交过手，魔尊之悍勇，几无人可匹敌。原来如此，好，一旦我掉队，你就不能发挥力量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不，我的意思是，这个意思也没错。这俩榆木疙瘩。好了好了，都检查随身行囊，准备妥当，我们就出发了。好了好了，都检查。辈敢再次潜入魔界，岩波禁地，胆子不小。等等，我们无意为敌。魔尊大人，我们是来调查九泉动荡的事，可是有关护岩不可。你们是如何溜进来的？我是独杖拳拳手，从独杖过来的。九泉一旦出了问题，魔界肯定。
你也不想魔界出乱子吧？回形，不行，他太强了。朋友，如果你支撑不住，就立刻带他们回毒帐。至少我必须留在你身边。还不错，九泉动荡的事，说吧。多谢魔尊大人手下留情，此人的部族世代守护毒瘴泉。四年前，毒瘴泉曾经发生过。是放过我们了吗？如果不是，我们早已经尸骨无存。这个魔的气势好强，在他面前我都不敢呼吸。魔尊重楼是魔界顶尖强者，之前我就是被他打入到人间。哇，被他揍了还能活命，你也够厉害的了，兄弟。
啊，这里就是帝国的源头啊！好厉害，好厉害！我感觉自己变强了许多。辛苦你了。嘿嘿，包在我身上。我们该如何走？应当借助周围浮台离开。石头可靠吗？不会在空中飘到一半突然掉下去吧？还有，别，我乌鸦嘴乱说的。我跳得快，差点就掉下去了。发誓，这个体力我再也不要走第二次了。天哪，还有多远啊？我好怀念脚踏实地的感觉。
九泉造物，果真神奇。小晴，你挨着我点，别往下看啊。哦，好。可是阿友，我不恐高呀。我恐高，你可得把我拉紧了哈。这尊神农雕像看起来和村里的不太一样啊。岩波拳手真糊弄上了，连神农大神长什么样都没搞清。不过这个比村里的要大好多啊。也就这样吧。这个石像好巨大。迎战拳手。哎，谁在说话？余乃岩波拳卫术离火金吾，余之身形因灵元敌被迫依附于神农神像而残存。我等并非无端闯入，还请您恕罪。无妨，独杖拳手方才汝言及独杖动荡。对对，难道岩波也曾经？岩波亦是如此，灵泉混乱至今，使余被束缚于此。虽竭尽心力，然终非拳手，无法令余复原。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自在之前。和独杖一样。为何岩波拳会没有拳手呢？三皇大神曾有约定，将岩波拳交与魔族，全族共享，拳手由魔族首领指派。未料后世魔界内部分裂至今，各部众混战不休，互不信服。自上任拳手王后，始终没有继任。上任拳手魔猿重聚复生了。魏叔大人，我们为了查九泉动荡原因而来魔界，还请您放行。此意余之所求，今后尔等可随时进出岩波。多谢。
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虚弱。位数是九泉力量的具象体，岩波位数被不明动荡困住，代表岩波泉已被束缚。事态看来比当时毒瘴泉还严重。我们没办法把他救出来吗？没有。重楼离开可能是刻意引导我们和烈火金无接触，若是如此，那他并不如看起来那般冷酷严苛呢。我们走吧。好像在哪里啊，是听蜀山的前辈提过，似乎与他们的锁妖塔有什么渊源呢。嚯，魔尊还挺忙，哪哪都有他。大的炉子，不要随意触碰魔界事物。知道的，我没那么手贱。是结界，将此处破开。不可。按魏叔大人所说，岩波灵泉混乱，我们必须谨慎行事。那还有其他能通过的法子吗？方才我们看到那个颇为奇怪的顶，莫非是解除结界的机关？怎样，有用吗？没有任何反应呢。大家四处找找，看是否有开启火炉的线索。白姑娘，发现什么了吗？这里火灵力如此强大，又有优质矿材，应该能成为一个不错的铸造所。嗯，上古三族大战时，岩波泉正是魔族的兵器房。啊，兵器房？这里是上古兵器房啊！魔族残暴好战，这里竟然是魔族的兵工厂，现在为什么又封印起来了呢？打造魔兵器需消耗岩波灵力，为避免生存危机，魔族难得的统一共识，不再开启此处，加之有魔尊看守，更无人敢逾越。即使如此，那中央的火炉会不会和昔年魔族铸造兵器有关呢？师姐在看什么？哦，墙上的壁画，不过年代久远，仅剩残画了。这一幅似乎在说三族大战的事。这长发，这长枪，
你不觉得这个女神很像是魁宇？魁宇是新神族首座，的确经历过上古三族大战。那时魁宇和魔族敌对，为何魔族要化他？不甚清楚。若是这壁画再完整些，说不定就能知道些什么了。发现什么线索了吗？修武，你看那俩大火球。看到了。明明是九泉之一，却是俩大火球。岩波是地火源头，这些岩浆都是岩波的纯净灵力。九泉形态各异，你要是好奇，可以通过九泉灵脉去其他泉眼一探。那可不行，九泉都有泉手和位数宝贝，随便乱闯不一定还有这次的幸运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些岩浆既是岩波灵力，会不会就是打开那道门的关键呢？依照阿友与白姑娘所言，此地岩浆与那火炉应当会是打开那道门的关键。师姐提到的壁画似乎也有些蹊跷，既然如此，不妨先从火炉那里再寻些线索。原来岩浆是由这些机关从地底导出的，关键就是如何将这些岩浆注入。必须让岩浆同时到达，才能激活机灵。这是上古文字，太古九泉。太古神农神尊诞生，天下伴有九泉相生，为天地灵脉枢纽。九泉滋养天地万物，兽族为神尊子民，受神尊庇佑，繁衍生息。然，世间生灵大增，愈发依赖九泉。九泉为神尊所疏通，理应为兽族所独有。
元神二祖意图染指九泉，吾等兽族誓与之战。元族胆小畏战，不足我权。神族实力卓越，方有我族之强。新神族之首，魁宇天尼。啊，提到魁宇了。嘘。哦，对不起。新神族之首，魁宇天尼，神界萧家，手持盘螭神明枪，率新神族兵将，屡挫五族攻势。然兽族崇敬强者，虽为敌将，其英勇可敬。与强者对决，亦为无上。山河崩裂，哀鸿遍野，兽族九死其七，神族伤亡，人族十族弃灭。终末，兽族奉从首领蚩尤号迁徙九幽魔界，誓曰：生而备战，亡亦备战。能辨识的本族。太恐怖了吧，魔族！三族鏖战至此，三皇大神没有阻止。大战中，女娲补天救人，无人知其下落。神龙耗费庞大力量保护全局，并开辟九幽魔界，之后不知所踪。此后天地闭关，参悟天道，不再过问世事。必是三族是重合神族，就是三皇大神。共存不好吗？又显现了什么阻碍？三皇誓约，永和兵力，若有挑起烽火者，三族动摇之。这是战争之后的协定。这应是一开始就有的协定。不过三族战略重要，都有功。即便有三皇协议，也不可能解决。这场战争最终造成了神族闭锁之战，兽族遁九幽城，人界百废待兴。三族自知犯下大错，之后三族才重新依从三皇誓约，设六界主宗，划九泉归属，约定不可再犯他族之前。那魔族来入侵人界时，神族不是应该按照协定来讨伐魔族吗？虽有协定，但神族已被天庭禁止下手。魔族对人间的几次袭扰，规模不可想象。人族尚有命，故未引起神界重视。这壁画，竟然是开门的关键。
对了，薛兄弟，你不是来过岩波吗？对这里很熟了吧？我借助春姿剑到过岩波核心，并未踏足此地。哎，这么好的东西竟然落在魁宇那个大魔王手上，太可惜了吧。我看这次我们干脆就找个机会把剑偷出来。这太危险了吧。阿尤，你是不是又在开玩笑了？对对，我随便说说，不要当真啊。结束。太妖怪，不可不信。周兄弟之前说这些岩浆都是岩波灵力，这要是掉下去肯定连渣渣都不剩了。话是这么说，不过掉进人界的岩浆里也同样会尸骨无存吧。地有些诡异，你们在旁等候，由我先行探查。那两座雕像正在吸取这些降临，莫非即将复活？设法阻碍他们，应能将其削弱。兽族退败九幽后，彼此一直斗不休。曾听过有些野蛮强悍的兽族，逼迫弱小的族族以身殉剑，妄图打造九幽至强兵器。熔炉中被献祭的兽族，
气意志与剑皮相融，剑气未成，却诞生了半剑半兽的怪物。我并无意识，被战斗与怨气裹挟，不分种族的肆意攻击。兽族虽感懊悔，但挫力助阵，无力回天，只能将他们剑术封存在剑波当中。其中一对怪物异常凶狠，几次三番想冲离演播，兽族为震惊，将其灵力全部抽干并化为尘。看来那两座雕像便是这对怪物了。眼下他们感应到来自外界的气息蠢蠢欲动，若再不吸尽了周遭兵器的全部灵力，像活了，小心，我们来帮你。大家小心。
算出来了。好荒凉的地方，乌云密布，压抑的让人胸口不舒服。哎，呼吸闷闷的，感觉像到了高原上。灵气有些稀薄，似乎比上次来时更为严重。魔界不是在地底下吗？怎会有天空和云？九幽是异空间，那些云雾是煞气积聚而成，兽族进入九幽吸收煞气之后才修炼成为魔族的。我们虽然有护符有法术，但仍会吸入少量煞气，时间长了肺腑煞气积累过多，即便侥幸磨灭，也恐走火入魔。好，那快些找到小乔。晴妹，很难受吗？魔界的煞气比炎波的多了许多，你快休息一下。月姐姐别担心，我有师父给的护符，如果实在不舒服不要硬撑着，一定要告诉我。哇，小兄弟，不是我说，你师姐要是个男的怕是早就输了。对了，你这个榆木脑袋也不懂这个。师姐，我的法术也可以抵消一些煞气，如果男的不舒服的话就告诉我。多谢师姐。榆木脑袋开窍了，你刚才说的不都是你师姐的话吗？你之前在魔界除了与天魔众交手，可还遇上其他魔族？有一只迦楼罗魔族，天魔众向来独来独往，领地远离群魔聚集处，唯有迦楼罗与他们有些交集，两族似乎也颇有渊源。兄弟，你们神族天生就不怕煞气的吗？煞气与神族也不能相容，只因我有春姿术法傍身才可无碍，即便如此亦不能在魔界中久留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
绕来绕去，我头都晕了，到现在连个像样的魔都还没遇到，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？此处地势复杂，山石嶙峋，一无水源，不是一家罗罗魔久居，故只有一些连离域的低阶魔物在此徘徊。连离域，魔界地域广阔，八部众划有各自的势力范围，伽罗罗魔与天魔众所占之地便称作连离域。书库中看过一些关于魔族的记载，不过都是些只言片语，知之甚少。此番难得来魔界，回去之后就可以多充实典籍了。哎，对了，之前月姑娘说仙侠派祖师与魔族还有渊源。嗯，我派祖师轻柔师太的母亲有魔族血统。厉害啊，那他是怎么到人界来的？其实说是魔也全对，当年三次大战之后，魔族始祖蚩尤有一脉后裔遗留人界，融于妖和人之中，其中偶有魔血觉醒者便自尊为魔。祖师的外公就是其一，祖师的母亲也姓月，名柔霞，据说是从人族母姓，说不定和月姐是同宗呢。应该不会这么巧吧。父亲，那青柔真人的父亲又是什么来头？是一位蜀山门徒。蜀山啊，那他们一定有很多故事了吧。是父母的身份，关于他们的过往都被封在门派禁地中，应该只有师父才知道了。
前方是加罗罗魔领地，加罗罗野蛮残暴，若是发现人族，必会将其当作刀俎之肉。我们绕开走吧。不行，这是去天魔国的必经之路，只能硬闯。我们被发现了，速速找到出路。娘，竟然站在自己家门口射箭，我射不到吗？真让人生气。他们数量太多了，不要和他们硬拼。只有师弟活着，我们怕是扛不到现在。随我来。到底还有多少啊？敌人数量也太多了吧。快了，再坚持一会儿。这些加罗罗魔似乎不善近战，不会主动追击我们。既然不会追过来，就没事了。就他们这剑法，我闭着眼睛都能。当我没说，当我没说。阿尤，不要大意。那里好像没有加罗罗魔。就去那儿吧，反正也没别的路了。这些兵器蕴含着的力量好强大，这些兵器上都有神族气息。Yeah.
他们怕这个。好剑。各位前辈，晚辈今日未脱困，暂借神兵一用，还望见谅。哎，你们发现没？中间的那把巨枪和魁宇的武器很像啊。天魔众和魔尊重楼长得其实都还挺人模人样的，怎么一到这个迦楼罗魔就个个都是怪物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只有厉害的魔族才像人。两者并无关联，前方封印应是天魔众为了阻挡神魔两族入侵而设下的禁制，此禁制包含有两族秘法，那三道光柱应是破解的关键。那个飘在空中的是树吗？原来魔界的树不用长地上吗？此物渗出的灵力十分异常，应是维持禁制运行的中枢。那玩意儿是什么？看着怪瘆人的。魔族法器。就是它了，一定可以拿来解开禁制。
剩两道光柱。光柱，胜利就在眼前啊！此处就是封印所在，看来不破解禁制，是无法通过这里了。
通过这里了吧？想到吧，他防神防魔，却没防到修兄弟带着我们三个人族钻了空子。天魔谷就在前面，不可掉以轻心。魁宇大人的命令，因为他，魁宇大人日夜受剧毒煎熬，你能咽下这口气吗？罪魁祸首不是他，不可冲动，退下。想进入天魔国见大人和子秋，就把武器收起。没事，再多玩几回你就能赢了。小秋，啊，姐姐，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。小秋，你在这里过得怎么样？很好，就是想你了，还有巧玲。我们也很想你，幽莲姐姐。今天是音乐苏醒的日子，我们一起去接她。好啊。你们也一起来吧。现在怎么办？跟上去，但不要放松警惕。小秋，刚才那个哥哥是谁啊？他叫星翼，是这里的孩子，经常带我一起玩。我很喜欢他。他教我玩刚才那个蹴鞠，真好玩，我从来没有玩过那么好玩的游戏。哎，可是星翼好厉害，我总是踢不过他。姐姐，你也跟我们一起玩吧。小秋在这里开心吗？嗯，很开心。
小秋，你怎么了？我总感觉以前似乎认识他们，可就想不起来，再用力想头就会痛。那就先别想了。感觉怎么样？我很好，幽莲姐姐，这次我坚持了一个月呢，昆羽大人会很高兴吗？他一定会夸奖你的。快去见昆羽大人吧，他受了伤。啊？怎么会受伤啊？他遭人暗算，现在正在医舍疗伤。幽莲姐姐，那你快带我去看看吧。大人也很担心你，命我接你们一起过去。子秋，你不是一直想和月姑娘在天魔国玩吗？去吧。好。葵玉，小秋，你知道葵玉现在怎么样了吗？他已经快把毒清干净了，不过身上的伤还要等好久才能完全好。原来已经解毒了，难怪幽莲丝毫不关心师弟是如何痊愈的。月姐姐，我带你们出去玩吧。好。小秋，魔界煞气浓厚，你先配上我的护符吧。没事的，姐姐，这里有个长得很奇怪的冰雕，幽莲姐姐说有它在，这里就不会有煞气的。那我们就去看看吧。秀兄弟，你是神树果实变的，那小时候不也跟这些神子一样被挂在树上？天魔国重地，来者止步。佛尊重楼可是很这应是神界之物，其中蕴含着无限灵力，有镇压魔界煞气之效。没错。你背上的那柄剑，为了突破迦罗罗魔的包围，不得已擅自拿了此剑。此剑有神族气息，应是你旧部之物，现在归还。这剑是万刃的佩剑，此剑主人乃是一位奉命追捕魁宇大人的神将，之后因认同我们的理念而加入了天魔众，但他数百年前为了守护天魔国而英勇牺牲。这剑你拿着吧。我不用天魔众的剑，也不想与你们为敌，只希望你们将春姿剑归还于我。就像你们不会带着解药来魔界一样，魁宇大人同样不会轻易地将春姿剑还给你。归根结底，是我们之前并无信任。况且，神族兵器都有灵性，他既然认同你，现在就是你的剑。魁宇大人现已在大殿等候各位。多谢，我们这就过去。魔尊重楼可是狠角色，这里的气氛与魔界完全不同，甚至还有一股凛然高洁之气，天魔国重地，全然不像一个魔族的领地。